这不是你老婆，你老婆应该会是乐乐。每一个老婆都有曾经是乐乐的时候啊，对不对？不可能永远保鲜的好吗？我们第四场对局由艾拉对上了九渊，我刚没有看到名字，由沙美对上谁？Word Execute 是吗？刷艾丽卡真的猛，艾丽卡我的超人，Anno 的一晚上好。你先去打绝音龙了，好，绝哥，绝哥不要，绝哥，哇，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的手牌。其实这几场大家的手核心都有在手，像是上面那两场啊都有赤天使，然后这一场啊就看到了，很明显，酷。好，那我们上一场的对局最终由狮子赤天使有66%的胜率赢了。道具店33%呀，这也是砍树哦，砍树林德牌，这也是侏罗纪，刚好有搭上那个14热潮，对面一个红色光辉，南尼为什么又是巫师？真的，我已经看到第四场巫师了，南尼。好，那对面什么？魔导飞弹，目前有点不太确定，但是我如果能想到超越套路来讲的话，就两种，一种就是无面魔女混沌超，另外一种就是他是直接打到那个魔海的魔海超越。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构筑很像是一般的超越，因为刚刚我讲的上面那两套都会去选一些比较偏的东西。客场的巫师率100%，我觉得好高哦，好扯。还是他要当生物法？对，陶乐斯，我期待看到陶陶，有没有机会看到陶陶？这里可以跳哦。这里不进化跳吗？因为你跳的效应应该是早点拿比较好吧。我是觉得拜迪可以先拿啦，你迟早都要进化。刚刚感觉那个是不是可以拜迪进化？结果是大旗超吗？有可能哦。我要双子超越，或者是符文剑，但目前来讲，他都是打新牌。如果他真的是普通的超越，我们就虚他。可是其实比较少见的是他带三张魔导飞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有特别挑过的。三张红灰都在手，好扯哦，好扯好扯，我们这里是不是下一顿就可以了？林德沃姆使用飞虫者卡的张数已经为11张了，下一天就可以直接冲出林德沃姆了。艾莎，艾莎要插队哦，我师傅都报名了，你师傅还用什么？还用什么全新甲虫吗？Hello，感谢张的直播间啊！艾莎好。我终于报名了，我先改一下，我们现在左上角的那个是著名优先哦，然后到时候我们著名打完之后会来抽一般的人开房，那你们平常的时候是可以考虑抢房的，就不用担心打不到，就可以一直抢。那下一场的卡路口请准备，艾莎你要插在哪里？艾莎你要在哪里？艾莎，你想不想要插 QQ？ 还是你想要插脸型？一般抽几个？不太一定哎。那平均可能一场是10分钟。对。对面已经这一回合会开了哦，让你的默默已经在10倍时准时跳得出来。等于说我们这里不在这里开门的话，就没有未来了，因为下一回合。林德沃姆就要 C 斩了，但是我觉得他不会用林德沃姆 C 斩，可是他这里打一张烈焰，他到底有没有呢？他到底有没有？他梅林下来了，他还有梅林，他是一个走双剑合璧的有救有心啊！这里必须要达到开一门，同时间打下琉璃才有机会哦。还有机会，有了！可是他有没有门？他有没有门？他有没有门？有没有门？
他自己在打头了，直接打头了。要来了吗，各位？哇，他没有门！哇哇哇！但我觉得，我猜沙美会打圣龙，放着让对面合体。我猜沙美一定会这样做。有运动家精神，有运动家精神。来了来了，还让我们救完了烈焰琉璃，而且下面还完成了一个双龙合并，你知道吗？救崩，怀旧双子超越，哇！哎，这一场好难给分哦。我觉得有一点小可惜的就是他偷吃布利用了很好刷增补的水晶魔剑士，只不过他一样还是没有完成啊，因为毕竟还有少了一张超越，不然的话他如果是完美完成的话那绝对给到5分，所以我觉得以客座的视角来看的话我只给到4分，那以主视角来看的话他本身的牌组算是容错率比较高的，很好达成，只要你的跳来然后一直砍树就可以达成了，但是它本身的构筑是有加分的，所以说我觉得也是给到10分，一个是从有机会5分掉到10分，一个是差不多从 3.5 分加到 0.5 分上去，对吧？